我们都不跟月哥通话，我们月哥比较酷，我们都是心灵沟通的，身心灵交流。I'm gay， 爽了没？我会用我的时代，半段时间的心碎。我是被你背叛的人。真假的，帮我吃。息怒！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哦！瞬移已经准备就绪，请求集合。这是我的领域。火力。有哦，没办法试人哦。魔龙凯撒。我要被他二技敲一个，有点尴尬。哈哈哈！哎，抓到！哦，好。钢铁防线消失，弩车出击。No！ 屁啦！太瞎了吧？那么近哎！我的耳机上是最好是啊！我都贴到他脸上哎！啊，你可以卸脚相。我不适合拍抖音，抓到了。你不及格。永远没办法拍抖音输了。清理兵线，完啦！有人刚闪闪过来帮我顶一个。就好像没魔了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没有珍惜，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请求集合。魔龙凯撒觉醒进化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。哎呦！超起来了。有人在看着我啊！大招还在冷却中，请求集合。怒！
我已经对准在他脸上了。为什么？我对准在他脸上，然后红我瞄红外线是瞄在他脸上，然后他给我射最歪的，这就是我的宿命吗？我不可以每秒满就射，真的好啦，我爱传说对决啊！哎呀，没得哟！赞了赞了！大招还在冷却中。扇子们已经准备就绪。百发百中胜，是不是不胜局？对，没变啊！我根本就是欠高。大招还在冷却中，暗影凯撒被召唤。比赛吗？开战了吗？哎，很正，真的很正！哇，超大的！等一下，哇，赵彦武，超大招！真的很大，各位，真的很大，不行啦，没办法啦，我这边十二楼倒下去就投胎啦，没办法。你给我来一个上下摆动是怎样啊？到现在都还在摇。哎，在晃是怎样？哎，怎么那个井都不会死啊？进攻敌方基地。大招注意凯撒。我去检查一下我家，我去 check 一下我家，超大声，超大的，真的超大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超大的呢，我刚直接被前后摇摆，他前面开始是先上下摇，我刚想奇怪，谁在摇我的椅子？我这里不用躲啦，这边如果直播到一半，我这栋楼倒了，不可能活下来的，我是十二楼哎，我这个倒下去。